边站的是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，依次来介绍一下，谁是一号？我是。您怎么称呼？姓张，张志。张志，哎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做一个自我的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泰式科技的华北代表。平时比较喜欢这个一些小东西，像类似于模型，这个还有一些魔术，气球秀的一些表演。今天龚老师，我给你准备一礼物啊，还送我礼物、啊？真的，现场做给您的。真好，太棒了。你看我这个裤腰带，不是，这裤腰带没这么细啊。哎呦，真可爱，一只小贵妇，谢谢。还有一步，还有最后一步，哎，把尾巴做出来。哦，哎呦。谢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贵妇啊，贵妇贵宾都是他，太棒了啊，紫罗兰色的，谢谢张志，谢谢啊，谢谢。